若金汤。里面。啊，还哪里有来着？你这儿。去打孤云阁 F 四，看看满命夜兰的强度，看个嘚儿！我现在啥也没有，我咋看呢？技能也没学呢，不是技能也没整呢，那个什么也没整呢。哎呀，正义物也没有呢。那边还有，俺们这顶级海螺拾取人，真的。这边算了，去捡了吧，不捡白不捡。这边来了，前面还有，看多少个够啊！不必心急，我估计我再捡一个世界，我感觉就够了，用不上那么多。去买，上哪买去啊？哪有卖的呀？璃月有卖的，璃月能买多少个？五个，那也太少了，我买它干啥？我还不如捡呢。
抓的，抹油了。我游了，下一位水友。哦，兄弟们，对了，先打个蛇，省得浪费石干。哼，让你们看看我的强度。这把我自己来，你们别来啊、哦！我自己来了，咬蛇而已。安如磐石，此乃天道。朔风解印，太鸡巴慢了，操！可叹落叶飘零。火力全开！我是没有剩一物啊，怎么打这么慢呢？还行，算特别慢，可以接受，可以接受，不算特别慢。固若金汤，藏起来吧。御风而行，安如磐石。想看烟花吗？这什么意思啊？固若金汤，你把这打了是吗？点燃引信，这太慢了，兄弟们，你们赶紧过来吧，太慢了，别打了，打到明天去。能不能打？能打，就是太慢了，不乐意打。还得是你们打的快啊！而且这蛇它乱跑。加油啊，兄弟们！我看会儿微信啊。一个人进来就行，这不是三个人太慢了，三个人更慢，怎么走不动道了？我操！
小心火烛。这啊，无桃都没有伤害。嘿，我走这么慢，我按哪个键子？按错了好像。我看看啊，回到单音模式。再加个好友，兄弟们，我需要去捡捡海螺，再来几个兄弟。加个好友，我需要点海螺，七级的那个世界等级。贤安，就你了，贤安。OK。全部拒绝了，因为有的人他是刚才加的。还是同意，有的兄弟他不同意，我就只能在那等。走了哦，不打扰你了。又下雨了。下雨了，真是麻烦。痕迹一旦被雨水冲刷干净，就需要不少时间来还原了。发现你了，抓到你缠住，不必心急。你还挺有礼貌，那必须呀。我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无情的捡螺机器。哥们儿，现在捡螺达人。不必心急。看一下背包差多少，差多了呢，你就捡吧。换了双峰给你加速，怎么加呀？在打雷时会感到害怕的，要么是纯真的孩子，要么是心虚之人，你应该两者都不算吧？也可能是肾虚。完了，放手啊！谁要我？这边怎么没有呢？
哥们儿先把这边的捡，然后我们再回去，从这边开始捡。猴哥，你要是需要这七级的世界，就为你定这儿了。哀猴的觉悟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就捡点骡子就行，我就捡点骡子打个那什么。我只需要点骡子，还有那个，还有那个蛇。我只需要捡捡骡子打打蛇就完事儿。你在他这打个蛇也行。对呀，在他这打呗。可以呀。打个蛇，兄弟，好像是没了。还有吗？现在我们已经有129个了，够不够？够了吧？那肯定够了。你行不行啊？这是七级的世界呀。御剑，仙法开匣。没事儿啊，你不行，以后我带你。等我给他养完的啊，别急啊。你倒是上啊，我上还不如不上呢，我上不上没区别，因为我打了一下，打了147，你看见了，我没有剩一物啊，没给他整。
OK， 我先撤了，感谢。我点蓝的，要蓝的吧？哪来的？要青金块。青金块有四个，啊，哪个建的是自己人物界面来着？ P A， 然后要这个，这个是背关的灰烬，要四个。背关的灰烬，返还部分合成材料，二倍产出，还是要返还的吧，还给我。没逼呀、啊！嘿，八十，青金，背冠的灰烬，这个能不能买来着？海螺够了，我们现在就要打这个二蛇，要打他妈二十个。水精灵，无相之水。好。邻国璃月也是。水精灵无相之水，这个要六，这个蛇要二十个，可以转换。那个蛇那个要能转换吗？转不了啊。蛇的那个材料我没看过呀，打十次就够了，哪还差？打哪年去了？石头能转，我知道。走吧，打蛇吧，刷。当成你体力打啥买呀？看一眼啊，灰烬能买，他妈一万多，嗯，完了买错了，因为有一万多，我这不随便买。我先把这混沌回路给他买，这个也比较难得，把这个也买。四关的灰烬应该用不上了，这个也
啤酒喝的。这个也比较难，这个也，我给他买史莱姆液，破损的面具，这也买了吧，算了，都买了吧，留着有什么用啊？一万多，这不随便换呢？别浪费了，浪费个得呀，用都用不完，都能刷，用也用不完，来一波零元购，等着以后有什么玩意儿了，它不够用。这个好像没什么用，这不能买。俄银珍藏之花。好饿，好想吃东西，吃饭吧。框也可以买，书也可以买。哎，书有点贵，买了，磨了。哎，都买完还这老些呢，这他妈根本用不完。一点，打个蛇，打个蛇，打个蛇，兄弟们，进来个人，打个蛇，你们开杀，来了。阿卡丽，上阿卡丽，俺楼啊，这不走错屋了，不好意思啊，猴哥，走错屋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行行，都一屋，都一屋，好嘞好嘞，这他妈走错屋了，操！哎，我想问一下，那个我里面有个叫死忠绿帽情圣标志，谁一个？朋友们，刚才是一个，刚才走错屋了，走上面那屋的了。差点回不来，直接让刘福在那里吃饭。哎，晚上我们现在13个人齐喽，齐喽，开房吧。今天、okay. 我们就玩老子局，真的。老子局啊，老子我的老子不好使， okay. 我的老子局，我的老子玩他的，就玩老子局，老子局。不好意思了，各位来到了我的主场啊。今天我要用老子了，行，
你用脑子这么的，那个红红给他来一个那个脑筋急转弯。哦哦，先给你来一个。我很在行。你真的很在行吗？哦，那你们能不能打开我的直播间看一下我的面部表情？你们能不能打开我的直播间看一下我面部表情？我给你们来一个脑筋急转弯。好好好吧。Okay. 不来敲咪咪了，敲咪咪太拉了。现在给你来个新的，全新版本。看一下啊，打开屏幕，打开摄像头，再拉最大。玩个最大的脑筋急转弯，好吧？打开屏幕，打开摄像头，再拉最大。一只蜈蚣，弹幕不要说，弹幕不要说啊，弹幕不要说啊。哎，我把弹幕关了，我把弹幕关了。关。你们看完，我再给你们讲，完结再给你们讲一遍啊。所有人都可以打开我直接看我的这个面部表情啊。好的。一只蜈蚣，200条腿，它要过去一条路，路上有一个粪球，为什么粪球上面只有199个脚印？啊？什么？等一下，我们没听懂。我也没听懂，我也没听懂。一条蜈蚣，我也没听懂。一条蜈蚣，嗯，一条蜈蚣，200只脚，面前有一个粪球，他走过去之后，粪球上面只有199个脚印，为什么？我知道，穿了内裤。不对，他肯定有一个手捂着脸，说：“好臭。”差异是人情，是不对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猜对了，对，对不是，不是拉琴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他们不知道，你给他们说的时候，你就让他们看你的面部表情。本来我想说，我们大家一起线下玩的时候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那只蜈蚣路过那只粪球的时候，他要这样，好臭，好臭，所以他有一只脚在捏鼻子，你知道吧？那我假装不知道，他们是个尬的东西呀，真的有点尬了，超咪咪女神，真的有点很尬了。